你们什么人？你们是何人？志同寺的僧人，你们听着，我乃督军副将王广，今晚奉宇文章大将军之令，特邀兰陵公主去汴州走一趟。如果你们有谁胆敢阻拦的话，格杀勿论。王将军，请转告宇文章大将军，兰陵公主奉圣上旨意，特来我寺院为百姓祈福，绝不能在我志同寺被你们带走。方丈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我劝你赶紧让开，要不然……方丈，方丈，方丈，咱们寺庙被宇文章的部队包围了。老和尚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如果你还不放行的话，我就下令血洗志同寺。方丈，我等全体武僧愿誓死保护公主。好，我志同寺与兰陵公主同在，保护公主。这帮秃驴通通去死吧！方丈，方丈，我们保护你，咱们杀出重围。老衲已属志同寺，哪里也不去，就在此圆寂。你们赶紧走吧，方丈，方丈，啊，方丈，走，方丈，方丈，师父，方丈有力，为了师同寺，我们保存力量啊，师父。是啊，师父。方丈，师父，再不走，我们就出不去了。方丈。太高僧，究竟人不地处。
别出声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你听好了，不做声，我会留你一命。你要是想鱼死网破的话，咱们走着瞧。真皮吧，姑娘，大将军马上就要来了，您赶紧准备一下。哎，我这就来。 先生，我看这天色要变，不如我们先行回去。没事，我看这个天气啊，会由阴转晴的。去年春寒去来时。呀！ 什么人？讨债的，为何刺杀本将军？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来，满饮此杯。 所谓朗日高，你冲！快！
刺杀本将军，还坏了我抓杨坚的绝好机会。将军可知刺客的身份？怎么，你有线索？能把清风剑施展得如此精妙，肯定就是智同寺的武僧。智同寺！ 我要灭你十八代！阿弥陀佛。 小师父。 你们智同寺，中原佛家名寺，如今成如此样子，真令人痛心呐！3个月前，宇文章劫持兰陵公主，起兵谋反圣上。我们在方丈的带领下，誓死保卫兰陵公主。
与宇文章大战一场，结果我们寡不敌众，被宇文章一把大火烧了寺庙。方丈宁死不走，活活烧死在寺里，连佛门圣地都敢动，罪该万死。贫僧如果没看错的话，您一定是当今圣上。朕便是。高僧赶快起来，智童寺没有保护好兰陵公主，请圣上治罪。你们已经尽力了，朕不怪你们。阿弥陀佛，圣上，贫僧还有一请求。快说。请圣上同意我智童寺众武僧去营救兰陵公主，杀掉宇文章，平叛反贼。高僧已是朕的救命恩人，现在又要替朕去营救兰陵公主，朕高兴还来不及呢。请圣上答应。快快请起。好，这样朕就任命你为大国僧，参与营救兰陵公主。待公主营救出来，朕答应你，朕要亲自重建智童寺。啊！你要干什么？姑娘，你不要误会，你受伤了，我是帮你治病的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动手动脚的，吓死人了。大国僧。圣上。难道这就是当今的圣上？姑娘怎么样了？圣上，多亏你把他带回来，要不他早没命了。辛苦大国僧了。等治好他的伤，还是尽快送他回汴州与家人团聚吧。圣上，他可是叛贼宇文章的人，曾得大周皇帝赐金琵琶称号，深得宇文章喜欢，不可大意。哦，原来他就是金琵琶。朕早有所闻，传闻他的琵琶弹得很不错。等治好他的伤，还是尽快送他回汴州吧。圣上，不可呀！要斩草除根，以防后患呢。圣上，姑娘，我求求你。救救我！姑娘放心，朕一定会救你的。救救我！我好痛啊！大国僧，快快来看看。是。圣上，你一定要救救我！朕一定会救你的。启禀将军，内线来报，果然是智童寺那帮武僧救了杨坚，现在他已经返回了绥宁军营。好，杨坚，这次谁也救不了你。兰陵公主在我们的手上，我不信你不上钩。将军，那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？让高明义千万不要泄露了身份，他可是我们抓杨坚的重要线索。末将明白。必要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线人交给杨坚，这样就没人怀疑高明义了。杨坚，本将军一定亲自把你活捉，抢回我大周的皇位。我要用你的人头，祭奠我们大周先皇的列祖列宗。圣上。现在看来，要攻破汴州，只有走柳林沟这条捷径了。我看不行，此地看似开阔，其实地形复杂，易守难攻啊。这个柳林沟，真是鬼门关，颇像当年诸葛孔明火烧藤甲兵所在。上次我们3000精骑突袭，全部损失在这陷阱当中，这次，绝对不可以再贸然行事。宇文章阴险狡诈，现又以兰陵公主作为人质，我们不能强攻城。报！启禀圣上，这是宇文章派人送来的战书。呈上来。
卑鄙，无耻！圣上，请息怒。这个宇文章居然敢用公主的性命要挟朕，在十日之内交出皇位。若朕不交，就要杀掉朕的兰陵公主。宇文章，你试试看，你要是敢动朕的兰陵公主一根汗毛，朕就千刀万剐了你。圣上，不要再犹豫了，下令吧。末将愿率领我十万大军，明天就攻破汴州城，救出兰陵公主。圣上，卑职以为不妥，岂不可中了宇文章的激将之法？魏将军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难道我堂堂随军要坐以待毙，让天下人耻笑圣上吗？你好了，朕已经有办法了。圣上，请讲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圣上，妾不可呀。上次进城见汴州司马高明义，差点中了宇文章埋伏，幸亏智同寺明道师父相救。这次说什么也不能再冒险。可是汴州司马高明义愿意里应外合帮助朕救出兰陵公主，朕必须拿出朕的诚意去见他。高司马一直与我们密信来往，是真是假我们不能确定，而且上次进城赴约还没碰面，我们的行踪已经被宇文章知道，这其中肯定有问题。圣上，还请让末将先进城与他接上头再说。韦将军分析的有道理，不过这个高明义一再要求见到圣上本人，如果不见，我想他是不会出手相救的。圣上，您乃我大隋皇上，万一出事儿，后果不堪设想啊。圣上，万万不可。走啊！不要！请大将军饶命！金琵琶，本将军对你一心一意，你居然串通刺客来行刺本将军！小女子岂敢呀！小女子纵使连将军的一句坏话都不敢讲，又岂敢串通刺客刺杀将军呢？请将军相信，我是被冤枉的。冤枉的？他们不杀你还救你，你冤枉什么？那还不是要怨将军您。我？我原本以为将军会怜香惜玉，顾及我的感受。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将军居然会置我的生死于不顾，还派人放暗器。我被人挟持逃出城以后，
他们要杀了我，所以我就只能谎称我是被将军掳来的，我不是将军的人。如果他们相信了我的话，就把我放了。你的命可真大呀，毒箭射不死你，刺客也杀不了你。将军，我可是皇上亲封的金琵琶，我怎敢与随军同流合污呢？那你知不知道那天被刺客救走的是什么人？我那天，我半路上就昏倒了，我哪里会记得啊？我告诉你，那个人就是盗取我北周皇位的奸贼杨坚。可是他相貌堂堂，又为人和善，不像是奸贼啊。你还替他说话？金琵琶不敢。大将军，我醒来之后，我就一心想着如何逃出随军的军营，尽快的回到您的身边。要是您不肯相信我的一片忠心的话，那我就死给您看。段太太，让他死！抓他！你抓一个让本将军瞧瞧。大将军，您就真的忍心看着金琵琶死在您的面前吗？我告诉你，本将军最恨别人欺骗我。你要敢跟我耍花样，我会让你不得好死。老板，你们这儿有没有房间？有。胖子，快来招呼客人。好嘞。哎，这楼上说。师兄，你真的见到圣上了？圣上亲口答应我，要重建我们志同寺。是吗？哎呦，阿弥陀佛，圣上可真是天下最好的大好人了。圣上不仅笃信佛教，更是爱民如子，乃一代英明圣君。哎，师兄，你的意思是想把咱们失散的师兄弟全都找回来，然后帮助圣上救出兰陵公主，最后再揭穿宇文章谋反的阴谋？只有这样，我们志同寺才能早一天重建。好，你现在是皇上亲自的大国僧了，我们都听你的。走吧。帮主，哎，何事惊慌啊？外面来了两个和尚，说要见你。和尚？他们说是志同寺的僧人。哎呦，哎呦，志同寺，快快快快，带我去看！哎，快快快快，慢点，慢点，快快！哎呦，哎呦，我鞋！哎呀，这走走，快快快！哎呀，哎呀，哎！慢慢再干，再干，再干，再干！师弟，我们路经此地，
听说有个和尚在逍遥帮当了帮主，我一猜就是你。我以为你们都死了，只有我一个人活着。没想到你们都还活着。什么东西这么香？对，你是不是开戒了？哎，师兄，我当时死里逃生，幸亏这帮小乞丐相救，后来就被他们推选为帮主了。齐云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当今圣上要重建我们智同寺。真的吗，师兄？太好了！帮主，那个和尚把我们烤的茄子都给吃了。胖子，我刚烤好的呀，胖子。你现在都是一帮之主了，我也是。我堂堂一帮之主吃个茄子怎么了？师弟，圣上，有没有大国僧的下落？派出去的人都回来了，一直没有大国僧消息。这个大国僧怎么会不辞而别呢？圣上，如果末将没有猜错的话，大国僧一定会单独行动去救兰陵公主。只是宇文章狡猾多诈，朕是担心大国僧有所不测。圣上放心，大国僧武艺高强，应该不会有问题。高明义那边情况怎么样？高明义正在选择时机，说等他救出公主，就通知我们接应。你去告诉他，如果他真能救出朕的公主，朕会同意他所有的要求。末将明白。只是朕担心这个人并不可靠啊。圣上，请放心，即使高明义不可靠，大国僧一定会有办法的。将军，我们为何要如此大张旗鼓？难道你就不怕有人来劫吗？就怕他们不来，来一个我杀一个，来两个我杀一双。好好的让他们知道本将军的厉害。将师兄，将军深谋远虑，非你我能够揣测的。将军放心，我先去会会他。拿下！
一群蠢驴，上去抓活的！多谢大侠相救。师父，怎么是你师父？说来话长，自从宇文章火烧了寺院，咱们失散以来，我跟善护就一直流落在此地。我们不断地寻找机会，准备救出兰陵公主。昨天我们俩打听到宇文章要押送兰陵公主路过此地，我们就决定在此地设伏，找机会救出公主。没想到我们俩还没动手呢，你们几个就先动手了。师父，多亏你相救，要不然我们就中了宇文章的计了。是，哎，一切都是天意。我们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要救出公主，重振志同寺，要不然我们就对不起圆寂的方丈，还有逝去的众僧人。师父，师兄已经被圣上封为大国僧了，而且圣上答应咱们，只要救出兰陵公主之后，就帮咱们重建志同寺呢。是吗，明道？这可太好了。此乃天不绝我志同寺。师父，这次没能救出兰陵公主，都是弟子无能。不不不，我说过了，一切都是天意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只要有我们志同寺的武僧在，我们就一定能够救出兰陵公主。恭喜圣上，走，随朕看看去。圣上真是百发百中啊。兰陵公主，快让朕看看朕射中的猎物。王，如果您失去了我，您会难过吗？兰陵公主是父王和母后最疼爱的公主，父王当然会难过。父王，这只小兔子也一样，如果您把它给杀死了，他的父王也一定会很难过。所以请允许女儿把她的伤养好，再把她放回树林里，让她回到她父王的身边。兰陵公主，想不到你小小年纪竟会体恤天下的生灵，父王真是惭愧啊。父王还不如公主啊。那就是父王同意把她放回森林里了吗？圣上，大国僧有消息了。啊，快说。大国僧托人带回消息，说他们找到了几个失散的志同寺武僧，准备潜入汴州，开始营救兰陵公主。朕刚才还梦见朕的兰陵公主，这肯定是个吉兆。你们赶紧配合大国僧，一定要尽快救出朕的公主。是。军爷，这将军的花园可真大呀。废话，不大能是将军府吗？哎，听口音，军爷也是登封的。怎么，你也是？我是登封卢殿的。这可巧了，我是陈河的，咱两乡离得不超过五里地吧。那可真是老乡啊。哎，军爷，我这儿有上等的好酒，尝尝。
好香的酒啊！君爷，我听说兰陵公主就关在这后花园。你问兰陵公主干什么？大家都说兰陵公主如同仙女下凡，谁不想见见啊？看你是我老乡，就告诉你，兰陵公主就被软禁在前面那个大房子里。不过我可告诉你，以后到这儿千万不要提兰陵公主的事儿，要是被将军知道了，那可是要杀头的。小的明白，快走吧。这片大房子就是软禁公主的地方，不过防守也是最严密的。没错，这一间全都是密封的，我在上面根本就打不开。听说宇文章后天就准备送公主回襄州。师父怎么办？再不动手，公主被转移那就不好办了。是啊，师父，该如何是好？明晚思经，准时行动。根本就不懂道法，贫僧这是正宗的智同寺道法，你是外行啊！无名小子，你还正宗道法？呸！你个臭拿锯条的，快走！智同寺武僧奉圣上之命前来营救你，快跟我走，走吧。上马，快！你们先走，我去救东海。小心呐！小心！走！保护公主上马。
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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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一个都不要放过，统统杀掉！是。 多谢将军及时相救，圣上知道，大国僧一定会单独行动，所以派我前来相助。智通寺武僧永远铭记圣上的恩典。你，公主是假的，你怎么知道她是假的？你，兰陵公主，阿弥陀佛，聪明伶俐，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见了我一定会打招呼，可她看我的眼神慌慌张张。 我断定，这就是假的。我们又上宇文章的当了。可现在兰陵公主在哪儿呢？我们二位对不住将军，还望将军惩罚。二位忠心可嘉，本将军这次不但不会责罚你们，还会奖赏你们。二位以为公主被救走了吗？ 真正的公主还在本将军手上。将军，二位请看，公主就被我藏在这里。 公主是假的，我早就说过不怕他们来救人，就怕他们不上钩啊。将军，那下一步如何计划？如果不出我所料，智通寺和尚三日之内必会再来汴州城。三日之内，杨坚若是不交出皇位，我就会杀了公主。 你觉得他们会不着急吗？公主，参见公主。你是谁？ 我是汴州司马高明义。高司马，快快平身！谢公主，我是受你父皇的委托，来救你出去的。那我父亲身在何处？你父皇现在正带领随军在城外等候。 我们现在就出去吗？公主别急。
现在于文章把守严密，还出不去。两日后，我再来救你出去。好，高司马，那能让我做什么吗？公主想念你的父皇吗？当然。好，那就请公主赶紧给你父皇写封家书，我派人转给你父皇，也好让他知道你现在的情况。一定要告诉你的父皇，两日后让他到东门迎接你。将军，这种鬼头弓是我精心研制的，威力巨大，一次可以连发五箭。若事先能把弓弩手埋伏好，定能让随军有来无回。好，那就烦劳二位加紧督造神弓，训练士卒。此战关于我大周国前途命运，功败垂成在此一举。将军只管放心，此战必定大获全胜。一点小意思，二位收下。若能大破随军，必有多此十倍的厚礼。将军果然豪爽，若我们助将军夺得天下呢？若真能如此，当与二位分享世间富贵。圣上随大国僧一起去营救兰陵公主，不知道那边情况如何？这个高明义好几天都没有联系上了，圣上这才心急，随大国僧进了城。唉，真叫人担心呐。是啊，离宇文章最后通牒只剩三天时间，公主的命危在旦夕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带我去见韦将军。走吧你！我要见韦将军。我就是韦孝宽，你是何人？我乃汴州司马高明义手下送来密信。快快呈上，如有虚假，定斩不饶。密信只能让韦将军一人观看。慢，呈上来。将丘头拿下！我乃当今三军副统帅，除了圣上，谁敢动我？证据在此，给我把他拿下！丘头，我一直怀疑我们的行踪，宇文章怎么了如指掌？原来是你暗地里勾结陷害圣上！不用审问我。不见到圣上，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哼，那这些话待圣上回来你再说吧。压下去。走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我要面见圣上。走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我不服，我要见圣上。走吧，你个叛。密函送到了吗？将军，送到了。魏孝宽已经准备出兵，而且当场就把丘童给抓了起来。
好，只是小的不明白，将军为何要让我揭发秋桐？这就叫做假作真实，真亦假。如果你不向杨坚提供一些真情报，你让他如何相信你这个假司马呢？哦，原来如此，将军高明。哎呀，只是。 可惜了秋桐这枚棋子啊！既然兰陵公主已经在我们手上，她已经不重要了。将军太高明了，要是没有秋桐这条内线，我们怎么能够随时掌握随军的动态，又怎么能够引志同四道武僧上钩呢？这叫将计就计。 不过为防万一，全城戒备，严防志同寺的和尚营救兰陵公主。我让兰陵公主待在养心殿，亲眼看到本将军是如何活捉他的父皇的。好，看来一切尽在将军的掌握之中了。 明道，你在这张图上看一下，公主被软禁在什么位置？就在将军府养心殿的密室里。哎，这儿离东城门很近，救出公主之后，我们可以从东门逃出啊。可师傅，想救公主没这么容易啊。上一次在将军府花园有多少道门防护着呢？而且他们每一道门都有重兵把守。 我们不可能轻易出来的。是啊，现在只有拿到副将王广的将军令牌，请才能进入密室。参见圣上。啊，各位免礼。来，朕给各位介绍一位朕的好朋友，这位是玄云寺的住持五岳高僧。阿弥陀佛，多谢住持，我等打扰了。阿弥陀佛，客气了。拥护明君。 不是我们大家一致的愿望吗？是啊，圣上，我们已经商量好了，现在就去救兰陵公主，请圣上在此静候佳音吧。哎，不不不，朕还是不放心，朕还是同你们一同前往吧。万万不可呀，圣上，您就在此坐镇指挥，我等志同司武僧此一去，定能救回兰陵公主。阿弥陀佛。 你这贼婆娘，又在偷人家什么东西？喂，怎么又是你啊？老娘偷的是王广的东西，关你什么事啊？圣上的金佛呢？小气鬼，下回还你就是了。哼，知道将军令牌藏在哪儿吗？ 将军令牌好像一直藏在王广副将的身上，从没有离过身。我们现在很需要那个令牌，关我什么事啊？嘿，你这贼婆娘，你要是不听话，我就杀了你！别出声。
我们要救兰陵公主，希望你能帮忙。那好吧，我试试看。我来了，奶人，你躲什么呀？奶人，你好急啊！奶人，你还没有脱衣服呢。啊，好脱，脱脱脱脱脱。呀！然不出大将军所料，你们两个志同似的秃驴自己送上门来了。姑娘，委屈你。我为什么又要当你的人质？都别动，不然我杀了他。威胁我呢？你杀了他吧。杀了这个贱人，北将还高兴呢。动手啊！你不动手，我可要动手了。上！大胆！这可是大将军赐给我的免死金牌，你们谁敢抗旨？这个贱人，走！又破坏了我的好事。追呀，抓活的！师傅，怎么样？明白。太好了。哎，明道呢？师傅，师兄被王光给包围了，他让我先把令牌送过来。这样，松满，你和觉远去救明道。好，咱们几个去救公主。走。将军要提审兰陵公主，命我亲自押送。这么晚了，还要提审犯人啊？你如果不放我们进去，我们就回去。不过将军要怪罪下来，你可要后果自负啊！我们走。等一等。让他进去。是。慢着，只准一个人进去啊。
换行。父皇，你在哪儿呢？ 公主，公主，有人找。兰陵公主，将军要亲自审问你，请。报，王大人马上就到。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 哈，王大人来了，一切就清楚了。哎呦，大人，喝，肚子疼。快，快，快，给你弄点水喝。哎呦，大人，快，倒点水。哎呦，大人，倒点水喝。快，放回将军府。是。 师兄，你吓我一跳，怎么样？没动静。哎，师兄，一直跟着你那个贼婆娘吗？我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。继续观察。哎，大人，你要干什么？啊，队长呗。大人，你给我吃的什么药？你刚才吃的是断肠散，一个时辰之内不吃我的解药。 就会七窍流血，暴毙而死！大人，大人饶命啊！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我不想死啊！大人，大人饶命啊！大人，救命可以，赶紧带我进去，把公主带出来。好，只要能让我活命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师傅还没有点燃火把，一定有情况。三万军。 公主先走，我们两个对付他。
带公身走。父王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公主，公主，父王好想你呀。 参见圣上，大国僧，快请起。多谢大国僧，替朕把朕的兰陵公主给救回来。阿弥陀佛。圣上，金琵琶姑娘，你怎么了？ 别哭啊，姑娘，你不是有件重要的东西要当面交给圣上吗？怎么还不给呀？快别哭了，小女子为了感谢圣上的救命之恩，不知该作何报答。我知道圣上最想要的是汴州的城防图，我从宇文章那儿把它偷了回来，献给圣上。 太好了，就是没有这张城防图，所以我军迟迟无法攻下汴州。这真是太好了，请受我扬鞭一拜。哎，姑娘，姑娘，姑娘，圣上，不妨。 姑娘是心情激动所致，休息一会儿就好了。哦，那就好，快点扶姑娘起来。哎，来，姑娘。志同四五僧参见圣上，高僧免礼。圣上，敌军人多势众，我等不敢恋战，奋力杀出重围，来与圣上会合。 多谢钟高僧，下面该怎么办？圣上，根据老衲的调查，发现宇文章已经把全部的重兵都埋伏在城东门柳林沟附近，另外，城内的大军也主要集中在城东门。这正是宇文章的圈套。不过还好，我们已经有了这张城防图，朕要赶紧回军营，重新布阵。 朕一定要粉碎宇文章的阴谋。圣上，以贫僧之见，此事事不宜迟啊！就让明道护送您和公主先回随军大营，我率领剩下的武僧潜入汴州城做内应，配合随军一举拿下汴州城。志同寺对我大隋的功劳，我杨坚无以为报，后会有期。 共计8000兵马。报！报！随军先头部队在柳林沟前5里停止前进。看来随军是要准备冲锋了。传令三军，准备迎战。是。我大周国的前途命运就在此一战了。本帅倒要看看，他们没了主帅，如何作战？报！
圣上回来了！太好了，圣上回来，我们有救了！我们有救了！我们有救了！报！随军主力向南城移动。什么？有多少兵马？大军全部转移。下去吧。是。南门告急！什么？将军，难道是我们中计了？江湖，从来没有输给过史豆的。叱咤森林田园，没人比我砍柴快。去死吧！呀！小心！师兄，师兄。你说过，等帮宇文章打败杨戬，你要带我回山西老家，风风光光娶我的。中害己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阿弥陀佛。走，师兄，我们回家。我们回家。
金琵琶，你献图有功，朕想邀请你进宫，做朕的乐师，你可愿意？嗯，我愿意。好，那朕就限你三日之内进宫到礼乐司报到。谢圣上。 僧人皆止，赐智同寺田地100顷，修缮寺院白银2000两，封世尊为大将军僧，赐大国僧袈裟1件，封觉元为护国寺僧。 钦此，谢皇上恩恩。众位高僧，平身。谢圣上。禀圣上，觉远不在寺里。哦，朕还想要封赏他呢。圣上，觉远不愿接受封赏，去云游四方，过他的乞丐生活去了。 哎，朕真是羡慕他呀！朕也希望有一天能和觉远一样，云游四方，岂不乐哉？<笑><笑>